为什么一个人会爱上另一个人。我猜就是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缺口，需要一个正好的形状来填满吧。填吗？就那样了。我想要的是以后就做你心里想的。你怎么这么好啊，钱薇？我爱你，我心头的缺口就是你。但是呢，那个人并不爱我。你能不能别再用预言家之类的话来欺骗我？所以你来到这个时空为什么？为了改变你失意的人生，还是为了弥补你的遗憾啊？钱伟，我喜欢了你十年，明明没有得到我，却像失去了无数次一样，为什么？你相信平行时空吗？那个钱伟付出了所有的梦和所有的青春，但是很痛苦。所以我现在不爱我。